我饿了，别着急，我来了。小胖，开饭了。夏氏，你能快点不？我都饿了。你呀，就知道吃。在上期视频，就有很多小伙伴说特别想看你挑战一天只吃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陕西美食。那能合我胃口吗？那什么呢？你要是能挑战成功，我就能把小伙伴们全叫来，给你点小心心。我的意思是，我最爱吃那陕西美食了。安排早饭要吃好，就给小胖安排一碗陕西特色肉脯火锅面。哇！地道。午饭要吃饱，先给小胖来一份陕西红油辣子凉皮儿，挺辣呀。然后再给小胖来一个肉粒满满的辣汁肉夹馍。哎呀，哦呦，是这个味儿。晚饭要吃少，就给小胖安排一小份酸汤饺子。啊，今天的伙食也忒好了。